都大的，看见没，兄弟们，上就大的。昨晚二门啊，昨晚就抠脚了，给脚修了。抠脚还分两步修，抠呢，让骗了。这黄辣丁放着呢，兄弟们，扎别的鱼。放，我先来一点，老弟。让骗了，说一下这具体的过程。抠脚趾盖，修脚趾盖，我脚趾头不有是那个叫什么甲沟炎吗？那种东西似的。完了，收36，完了脚跟不都裂了吗？你让我买的药我还没上，脚跟裂了，完了修脚跟也要36啊。那一个脚分两部分要的钱啊，修脚盖要36，扣脚跟要36，这钱花。人都修脚30块钱，啥都有了，你的牙可好。他妈他经理介绍的呢，脚跟和脚它不是一个地方吗？别让我知道，别人的话不像你这样的话我走。又是我了都。你就说得劲儿不吧，得劲儿搁着的，得劲儿，泡老舒服了，搓澡搓老道，搓澡最少40分钟，连敲再打盐再敲背连搓。不知道啊，儿呢？这应该也上货了。把大鱼留点，有鱼呢。鱼有，没有太大鱼了。那是我们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？回来。你搁家呢吗？谁？唐哥。往后照点，别耽误人钓鱼。我今天这里压个笼子的，它怎么就没有了呢？哎，灌了盒。不是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峰哥说要点大鱼，给留点儿。有，兄弟们使劲。大鲫鱼，别鱼他还给人家呢，看别鱼下钩没有。站直接下去，走，搁点水吧，搁点水吧，对，搁点水，捞点水扔里去。我看你整你可深，看看这大鱼，兄弟们，瞅瞅，哪个都半斤似的，看着吗？看着吗？一上就上大鱼，不上小鱼。这快快干上了，我操，就整个深，可以折腾整个深。它不会像黑鱼那么折。嗯，走，都是半斤的大鲫鱼。全是货，大风刮草垛，全是咱的货。螃蟹还挺大呢，就今儿就起俩笼，这个倒没什么，没多少。哎，不如下回又出个多。有一个笼子，咱昨儿没起。嗯，不起了，那笼子等下回起一块收吧。等明儿咱准备参加完婚礼回来再起吧。还有一个笼子，你昨天都没起。国威哥，你这两天忙啊？忙啊，